不来了呀，小智小智，咱们赶紧躲到咱们奥特曼的肚子里。大老虎呀，太吓人了，我佩奇呀要躲到我红色的奥特曼肚子里。打开了，我要躲进去了，改上裤子。啊，我也赶紧躲到我蓝色奥特曼肚子里。哎，对了，小朋友呀，待会大老虎来了，你们一定要记住了，一定要给我乔治隐身，可不要给我的姐姐隐身哟。这样的话，我的姐姐被大老虎吃了，家里好吃的好玩的，哎呀，啥啥啥好东西啊，都是我乔治的了。哦，你们一定要记住了，你们一定要给我乔治隐身哟。呵呵，我待会呀，分点好吃的给你们。我要打开蓝色奥特曼的肚子，我要躲进去了，我要再来盖上肚子。小朋友们，赶紧给我佩奇发送小红心小火苗，帮我隐身哟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乔治的话，赶紧发送666和笑脸给我乔治隐身哟。哦，我来了，小猪，好吃的小猪，躲哪去了呢？哦，这个红色奥特曼的肚子里有没有呢？我来打开看看。哎，哦，没有呀。哦，我再来看看这个蓝色奥特曼的肚子里有小猪吗？哇哈哈，有一个小蓝猪。小猪崽，跟我走吧。为什么你们不帮我？我不要被大老虎吃了。白雪，你给我下来！你和王子在那帮忙干嘛？白雪，你怎么欺负白雪？你如今穿戴着白雪泥在攻打王国，离开这个伤心之地，我们要远走高飞！不行不行，王子是我的！白雪，你给我下来！听到了没有？小心我收拾你！贝拉姐姐，你别打我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把心情进入病房，我就会下来的。哈哈哈，白雪呀，果然还是那么胆小，被我吓唬几句，马上就把实话说出来了。哎，红色的星星，黄色的星星，蓝色的星星，还有两个我就拼好了。哎呀，白雪，你怎么把我们的秘密告诉贝尔了？王子哥哥，对不起，我呀一直受贝尔的恐吓，这么多年，他一说话跟我就一下子哆嗦，就没说出来了。也不能怪白雪，她这属于强奸反射，只要贝尔一吼她，她就立马把什么都拱出来了。这都这么多年，真是让她受尽了委屈，我有办法来弥补她的遗憾。大家快点点击小心眼，这样的话剩下两个星星就会变得更难万劫，贝尔就搬不起来了，没有办法阻止我们两个离开了。王子，你想得美，这可是在毁童话王国，你要搞清楚情况，童话王国的人都怕我，他们就能不敢点小心眼。童话王国的人应该也很善良，他们也一定会愿意帮助可怜的白雪公主。大侠，小心眼就在这里，他们已经在点了。啊，不会吧，我要试试。哎哎，怎么打不起来？哎，什么情况？太好了，果然没信过你们，你们都是善良的人。小心眼快点起来，我们要走了。哎，别走，回来。小马小二郎啊，背着个书包上学堂。耶，什么黑色的衣服？哎呦，我贝尔还没穿过呢。今天我也尝试尝试。你回家照镜子去喽。乖女儿，你哭什么？爸爸，我的衣服不见了。什么？谁敢拿我女儿的衣服？难道他们不知道黑色的衣服是我巨人僵尸我女儿专属的颜色吗？你们三个谁拿走了我宝贝女儿的衣服？啊，忘记了，黑色的衣服是巨人僵尸王国的。又糟了糟了，要是让他知道是我穿你们女儿的衣服，那还不得扒了我一层皮呀、啊？巨人僵尸，我没穿，我也没穿。好、啊，没人承认是吧？你们都没穿，难道是我穿的不成？我要是抓住那个人呀，我绝对不会轻饶。要是没人承认，你们是不是都想受惩罚呀？如果呀，是白雪公主发送小花，灰姑娘发送小紫气攻击，如果是贝尔公主发送小树叶，不行，我要把小树叶攥起来，你们不要拆穿我呀！哎，有办法了，让白雪给我背地裤。是白雪拿的。什么？白雪公主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到底是谁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小鬼呀、啊，你不是喜欢玩这个滑梯吗？今天正好没有小朋友，你快去玩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爸爸在这看着，如果有小朋友来了，咱俩赶快走，别吓到他们啊！哦，知道了，爸爸。玩滑梯喽！哇吼，这个滑梯真的好好，太好玩了，我还要再玩一次。哟吼，难怪小朋友这么喜欢玩。不好了，小儿，爸爸下次再带你来玩，快上来哦！好的，爸爸，快走，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告诉小朋友们我们来过哟。玩，母后、白雪、王子，你们三个躲到这个娃娃梯里面干什么呀？赶快出来呀！对呀、啊，你总是辛苦白雪，母后都看不下去了。这可是一个神奇的娃娃梯，等一会儿他就会带着王子和白雪离开这个地方的。哼，我不准你们离开这里！白雪，你赶快给我出来！这儿姐姐想让我出去也行，只要你能把这四个颜色不同的小球放到这上面，我就能出去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哎呀，白雪，你怎么告诉贝尔了呢？哎呀，母后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说漏嘴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白雪，你就等着给我出来吧，我是不会让你跟王子离开这里的。糟了，如果贝尔再放上那两个球，白雪这次又不能离开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赶快点亮这个小红心和小树叶，帮帮白雪吧，请你们可怜可怜他，让他逃离这个动不动烂的地方吧。哼，小朋友们才不会帮你呢，我要把这个小火苗给你们串起来，然后把它割掉，扔完之后我再把这个僵尸放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就不敢点火苗喽。不给你们走。